都结束了，所有的痛苦都结束了。一个女人可以让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满阳光，你可以跑，你可以跳，你可以无数次的射精，我甚至都可以飞了。一大早你在这吵什么？宁宁，你醒了？来，我给你买了早饭。真是疯了。小懒虫、树袋熊、小狐狸，要睡还要睡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高兴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高兴？哇，别来烦我！别来烦我！我要睡觉。明明，你再怎么说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，明明？你还要我怎么说？你还问我？你还问我？请你以后克制一点，要不然大家都难堪。你说什么？你还要我怎么说？我们是邻居，你平时对我好，你平时关照我，我很感激，但是仅此而已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做那些让我们大家都难堪的事了。明明，我这个人不知好歹，别人对我好，我从来无动于衷，大早晨说这些真可笑。我要走了。大早晨说这些真可笑，我要走了。我睡了。睡了再走。大早晨说这些真可笑，我睡了，我要睡了，走，我要睡了。昨天晚上的人难道不是你？昨天晚上难道是狐狸精换了你的身？不可能，就是这双眼睛、这个额头、这两片甜蜜的嘴，在我耳边说了多少甜言蜜语，被我吻了多少次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别把我拉进你下流的梦里。我是在做梦。可能你身体的温暖还留在我的指尖，我鼻翼间还充满着你的香气。我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我不承认。你不承认？你想让我相信这一切都是我在做梦？那你要我怎么办？你还能要我怎么办？陪你一起做梦。做梦？做梦？那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过生日。把我逼疯吗？你要看到我疯掉吗？那钱包呢？钱包哪去了？你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和他们不一样。我是个守信用的人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，也不会离开你。救命！救命！